很多人应该试试从王子变青蛙，开始知道并了解陈乔恩。剧中那个天真可爱、有些虚荣的叶天瑜这个角色，真的是让人爱恨交集。所以在那之后，很多观众记住了这个角色。时隔这么多年，女神有哪些变化呢？陈乔恩现在已经39岁的她，却是25岁少女模样。不但脸上没有岁月的痕迹，而且越活越年轻。除此之外，陈乔恩的作品是数不胜数的。上一年乔恩参加了《我们来了》节目中的表现可谓是淋漓尽致，可圈可点啊。网友们不禁疑问，陈乔恩这么出色，可她至今为何还是单身一人呢？在感情方面，陈乔恩可谓是一波三折啊。2008年和明道的绯闻在文娱圈闹得沸沸扬扬，除这个，陈乔恩还承认和霍建华有过情感纠葛。2010年时，陈乔恩经杨千华和古天乐在一起了，但是两人逆恋3年以后，媒体爆传别离了。情感经历丰厚的西方教主，最近还传陈乔恩和王凯一起了。可就在近日，王凯不但出面澄清跟陈乔恩只是好朋友，还表示属于你的感情迟早会到来的，暗指乔恩一直单身是因为在等待我们的古装男神古仔的真相。而古天乐有人透露，他非常爱陈乔恩，甚至表明把他当结婚对象。